哎呦，新鲜出炉，热腾腾的。嗯，那我咬你咬过的地方，我会变得比较帅吗？哎，有很有这个机会哦，但是机会大概趋近于零。它吃起来有一点点像是沙威玛，还是沙琪玛？沙琪玛。 很像那个炸马吉，有，里面稍微有一点点口感，它后面马上就消失了。哦，怎么样？烫，好烫！我觉得这是家乡味，曾经在这条街上有这么一个记忆点。是，所以你看人还这么多，对，这不是零演哦。 而且是不断的更换的，而且他妈妈刚刚已经排到现在，还在那里。快到，因为他有炸一波上来，前面几个客人拿走了。而且这个很重要，是说当地人可能下班回家必须的粮食，先来这边。今天如果没有吃到这个北藤贵吼，就缺了一点什么。对，而且他的萝卜糕有够厚的。对。 太扎实了吧！本浆那个果太厚，非常的薄，但它完全给你那种扎实度的口感。这突然间小时候的记忆就回来了，而且它是厚到有点 Q 感。哇，好烫，好烫啊！很烫的。对对，这种苦难我来受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看到我一点这样的诚意？ 啊，流汗了哈，啊，知道我们开始我们外景的辛苦了啊，我们再聊一下好了，再聊一下，等一下，不然等一下我们进去可能要挂急诊，不告休，不要怕，你摸一下，不要怕，哎呦，但是里面的那种扎实感真的是受不了，来来来来来。 我这咬旁边，哎，哇哦，那不是我们这边很烫，所以不要靠近，会烫伤。哎，哎，退休啦，我话来啊，是卖那啦，还姨妈也惊着啦，哎呀，哎，公交车自己就无用，哎，你走去别位嘿，安尼有来无？安尼有来，你妈安尼无？嗯嗯。 紫米本身就是带一点点甜哦，对对，而且紫米有它自己独特的味道，是搭，而且还蛮香，就紫米带它的那种紫米香跟它的甜度是很融合的。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扎实感，这样的满足感，难怪会吸引这么多人一直在排队，真的络绎不绝啊！喜欢我们驰骋都市传说香间的旅行风格吗？那你现在要做的是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